妈妈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？我回来了。听不懂。摘完香玩了八九天了，然后今天要回农村了，打包回农村。小红应该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农村了吧？啊？有多久没有回过农村了？啊？四年了、嗯。哦，有四年没回过农村了。那现在跟着老张混，现在要回农村了。跟着老张混，从城里混到农村，好可怜的小红。啊？一年。嗯，一年没回农村了，跟老张混回农村，跟着老张混三天饿九顿，还要回农村。康空叫你来，你哪里来的奶茶呀？朱达买的。朱达买的，他买给你的还是买给他自己喝的？他说自己没喝完的吧，你拿着喝吧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自己动手搬东西都是自己动手的啊，还要拍个照留念一下吗？什么？你还要拍个照纪念一下吗？你要走了？嗯，那你他给不在这里，没钱，没钱的睡帐篷吧，车里面随时两个帐篷是放着的，一样。想吃啥嘛？都要回农村了，还是要吃顿好的嘛。吃什么都可以呀。想吃啥你说呀。我想吃不是抓包了的。喂，我给你的。以后你可别让你。你真的是你，你回个家而已呀、啊，他们会回来的，你哭啥呀？没。啊？我。你回个家而已，你哭啥？来，来给我看看，看看你的眼睛。看一下，琵琶，你哭啥？你回个家，他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这几十公里，这种离别都要哭。快点走！为什么这种离别都要哭啊？他等两天，等个两天他就回来了呀，他们还有事办完了他就回来了呀，还要哭？哎，算了吧，看在你哭的份上，我请你吃好吃的，你想吃啥？嗯，想吃什么快点说，吃什么都可以，别说吃什么都可以吧，你开心一点嘛。没有不开心，我想你呀、啊、你想你呀、啊、干啥呀、啊、想你呀、啊、他又不是不回来，就这两天就回来了。嗯，走啊，走吧，你想吃啥反正自己带路啊、嗯、我就不管了，拜、嗯、吃牛肉面、嗯、阿坤吃牛肉面省钱是吧？嗯，省钱干啥？如果你赚钱了，你想干什么？如果你有钱了，你想干啥？帮忙别人。帮忙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帮忙别人。小红，如果你有钱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啊。想不出来要干什么，因为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钱，是不是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钱。你觉得多少钱算是有钱？嗯，你觉得有多少钱算是有钱？有多少都是有钱，有多少都是有，有一块也是有吗？不能这样啊，有多少钱算是有钱呢？你要说啊，你觉得能帮助别人，不要把自己帮成穷光蛋了，那就是叫有钱。可以帮别人，也可以养自己，需要帮忙，只要是有，那是叫有钱，有能力帮到别人，然后自己还有钱吃饭，那个就叫有钱。那大概是多少呢？你觉得多少会够呢？这个没有说要多少多少啊，这个、你想要多少吗？想要多少，我有一点点，我也可以帮忙。
也可以帮忙很多，我有一点点我也可以帮。钱少的话就帮的少一点。是啊。因为没有那么大能力，钱多的话就帮的多一点。钱多就多拿一点出来帮，钱少就少拿一点出来帮。那你花光了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在学你那个舅公？你不会花光了。你是不是要学你那个舅公嘛？是。就是自己。帮别人，帮我帮，像我舅公帮我，我也会帮别人，别人也会来帮我。嗯。他以前有钱帮我，现在没有钱，我也会帮他。嗯。我以后没有钱，我帮的人会也会。也如果帮了十个人，也会有一半五个人来帮我。嗯，所以你这辈子就准备做好事了。那如果说你以后找个老公，你老公有钱，你会不会拿你老公的钱去帮别人？这个老如果找老公的话，那个我老公也会跟我一样，才会一起住。那如果他不愿意帮别人呢？不愿意帮别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他也会愿意的，我也不会找那些人。来做我老公，就是说你找老公的要求就是也不会拿老公的钱来帮忙呀，该帮忙就帮忙，又不是全部给我，我要帮别人。老公赚的这么辛苦，也不是为了帮助别人，也可以养自己，该帮忙就帮忙。那如果你老公就是那种不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呢？那我就不要他了呀。那这个不能做到一起了呀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牛肉面来喽。这个牛肉面安逸的很，好有胃口啊，重庆小面。Hello。给他打个招呼，不理我，太不给面子了，不理我。是吧？我你们俩干嘛？等一下推翻了。等一下吧，我知道你们又吃不完，又给我挑一点吧。哦。等我的面来。啊，我给你。好。凉。啊。你皮扒了。来吧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可以了，上次给你我都没有撕的了。你们是把多的给我，不是叫你们给那么多给 我知道了，那天我你吃不完的才给我。我没有了。那我开始吃了。这个毒打，哎呦我的个妈呀，这一碗真的好吓人。走了、啊、走了，吃光了，都吃光了。走再见了，三江。本来是吃完东西就准备说直接回家的，结果从那里三江出来以后，他们说要去拿个快递，然后就在这个城里面兜兜转转兜兜转转，就转了两个的小时才把那个快递找到，找了好几个地方。现在这个天都快要黑了，然后走到这个半路上，他们要去上个厕所。很多人说喜欢老挝这样的慢节奏生活，你们来给我感受一下，性子急的人这个能急死你。这里路边还有这么多挖机啊，你拿快递拿了个啥？嘿，我们走了，他们吃的好哦，要去吃螃蟹、啊、转了两个小时拿了个什么。这个老挝真的生活太不方便了，拿个快递在城里面转了两个小时，找了好几个点还不知道在哪里。这个女的吃快递用嘴巴咬，什么意思吧？擦手的，买的擦手的啊。这个是擦什么？也是擦手。洗澡就洗哦，香皂。啊。哦。洗澡的，擦手的。我老找你看他们，老板给我看这个。他们吃啥？你呀、啊。看一下你吃的啥？你吃的啥？哦吼。吃螃蟹。吃火锅。哦吼，真的是。老张不能送钱。一人双人，一个人20万。嗯。海鲜自助餐吗？可以，都吃得好。我们回去了，他们就去吃大餐。继续赶路回家，还有80公里，到家天肯定黑了。哎呀，好得了啊！
加高速田都黑了。有粉丝大哥给你们寄的衣服，这个县城。跑哪里去啊？跑过了。对不起，这个县城一脚刹车，刹慢了，跑出头了。要不要吃什么？看他有没有想吃的呀，想吃的就拿呀。快递费多少钱了？30万。30万。快递费30万了。100多块钱了，快递费。装不下去了，装他们座位上吧，放座位上。给他们吧，给他们抱着，继续赶路回家。这一路好坎坷呀，这一路从中午出门回个家，回到晚上，像跑了几百公里一样。到了他们家这个小镇上，现在呢，先来吃一碗米粉。先吃一碗米粉，你看这个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这个什么菜，你看一下啊，豇豆生的，辣椒生的，豆芽生的，还有这个薄荷叶，还有这个菜不知道是啥，好白，是什么？好白，好吃吗？你就生的，吃生的这么开心。Oh my god， 这苦逼的生活，真的，今天继续过这个可怜的日子。昨天吃的还好一点，从今天开始又要开始吃米粉盖饭了。哎，啥时候才是个头啊？这日子。妈妈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？我回来了。听不懂。我说我回家了。哥，快麻了。真的是你妈妈都不欢迎我，这神经病也不搭理我。你回家，你跟你妈妈招呼都不打，你跟你这几个小白小黑happy得很。妈妈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他说你在来开心啊，开心就好。